学折纸艺术为生活增光添彩。你好，我是潘志业，欢迎来到我的博客。今天我们来折第11款新型折纸。这是一种带面孔的新型折纸。首先找一张正方形的纸，我们把它平均分成三等份，这样。这一端可以开口的朝上，翻到背面，把它对折。把上面的角向下折。把后面的纸翻到上面来。单藤纸向下折，再次向上折，再向下折，这个角也一样。向下折，然后按照刚才的折痕把它翻折到里面，它的脚同样翻着到里面，中间的尖角外侧的边向中心线折，再把这条边向中心线折，好，这样一款新型折纸就完成了。看了这个视频，你有什么样的疑问或建议，或者是你想学什么样的折纸，欢迎到我的博客来留言，网址是www.折纸艺术.com。你也可以百度搜索潘志业博客找到我们的网站，欢迎你来留言。